提起成龙，可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成龙不止在亚洲被世人称之为年迈，在国外，一提到成龙，也被世人熟知，都晓得成龙拍戏不消替身，拍过两多让人爱好的片子。可是，在成龙片子中时，成龙吊雷亚进场，排场相称的撞不雅观不雅观，台下成千上万为了女圈的大腕都禁不住拍手。可是唯独他敢戴着墨镜，连掌声不给他鼓，相称的霸气啊。在成龙停止的片子周上，吴京、张国立、万人辱骂的冯小刚、袁华、李冰冰、王宝强等浩繁一线演员和海外的国际友人排场相称的撞不雅观不雅观。成龙作为节目的建议者，一进场霎时霸气十足，台下大腕纷纷掌声停不下来。可是只是成龙的年迈，戴着黑色大墨镜在台下温馨的坐着，进场一个掌声都没有给他。